就是说，你今天早上睡饱了，到现在还没有睡，嗯？大家都说你变胖了，说我这么努力的吃，当然要变胖一点啊，嗯？现在每一次吃4盎司的奶。对不对？然后一天可以吃好多次哦，起码可以吃6次，是不是？说虽然说我看起来脸颊变胖了，但其实手没有长很多肉，身体也没有长很多肉，都长到脸上去了。我说我现在有双下巴，看一下双下巴，有没有双下巴？有双下巴，嗯。你有双下巴了耶，熊熊，你快要赶上哥哥了，嗯，当然还是没有哥哥出生的时候脸颊来的肉，嗯，嘿嘿，嗯，说我还没有开始掉头发，过一阵子头发就会掉光，重新长。你要不要笑？我有看你笑过哦，你要不要笑一下？那你听不懂我说什么？要不要笑一下？要不要笑一下？要不要笑一下？笑一下。都听不懂。但是你看得出来我在看，我在照你，对不对？